迎大家来到我们2011香港书展那么今天是香港书展名家讲座的第一场，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这位嘉宾，他很特别。刚在后台我仔细看了一下，他的确有一双非常有杀伤力的大眼睛，而且他更有一只有杀伤力的笔杆子。他以前是足球名记，痛批中国足球，揭幕了种种黑幕。用我们台窦文涛的话说呢，他是拿着他的书就可以直接去办案了。也正因如此，所以他成为了中国被封杀次数最多的足球名记之一。后来他把焦点从足球转到了中国的社会民生，开始关注中国当下社会的种种问题，成为了新锐意见领袖。大家看到他现在的博客和微博的粉丝数已经有300多万了，可见他的影响力非常非常之大。而最近呢，李大眼更是宣布他要参选人大代表，那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他呢带着他的两本书来到了香港，和大家一同分享一下他的这些新锐意见。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李成鹏来到香港。一有凤凰台的主持啊，我就不会说话了。首先感谢今天来了这么多的有文化的人啊。这个，谁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对吧？我看这个，今天有个记者问我，北京的作家总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啊。我说，对，是的。就是，但是我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今年的高考状元们都跑到香港来读书，对吧？就是我们那些文化绿洲，总是看哪儿都是文化沙漠，对吧？在一个沙尘暴很严重的一个城市，看哪儿都是沙漠，这实在太沙漠了，我觉得。好，谢谢大家能够来，我们是一问一答式的，是吧？你提问还是我说？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李大眼的这个口才非常好，所以之前呢主办方就告诉我说，我们今天首先是一个主题演讲，当然剩下还有半小时的时间，我们留给各位读者。相信大家已经准备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而且我从微博上也搜集了很多问题，都想来请教李成鹏大哥，所以我们先请您来谈一谈您最近。我最近还活着。我知道你参选人大代表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的？其实一直就有这个想法，只不过没有说出来。我本来想悄悄的就把他选了，但是于建荣教授呢，有一天就没忍住，先把他说出来了。我本来说告诉他打枪都不要，悄悄的进村，惊动了鬼子，惊动了有关部门，这也不好。所以现在最近几天主要是在家里就喝喝茶呀，对吧？就每走哪儿都拎杯茶。我的家乡成都是一个每条街都有茶楼的地方，所以我现在主要是写字、喝茶以及喝茶。那如果你当上人大代表之后，你觉得你希望给选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是说，你最想提的三个案子是什么呢？就想，其实我一直提的案子都特别的那个低端，就一般和倪萍大姐她提的不太一样啊。他们一般提的都是这个共和国级别的脊梁啊什么的，我后来想了一想，我连五花肉都当不了，我就提点什么，比如说老年人看病比较难，我们把这个家里安一个那个按钮，比如肚子疼了，老妈妈在家里打麻将，突然有点中暑了，对吧？一按钮120啊，医院就来了。找点企业赞助一下，还有这个阳光校车，因为小孩上学特别难，我们不仅入学难，我们上学也难。就是基本上早上8点钟，这个中国每一个城市的父母都披头散发的在大街上参加堵车，然后都说中国没有游行，这是错的。我每天都在游行，对，然后我就想有阳光校车制度，把这小孩很安全的送到学校，而且因为现在小孩子每天作业做到晚上12点，对吧？
学了奥数，学奥英，学了奥英，学奥语，都一直在很奥。早上6点钟起床，每天睡6个多小时吧，对身体发展也不好。还有就是什么菜市场啊什么的，都特别低端。对，没有考虑到什么民族。其实后来我想想，我主要是社区建设，我这个人大代表没有那种特别高屋建瓴的伟大光荣正确都没有，就是一个社区服务员，去实现我们社区的稳定安定。后来我又琢磨了一下，我觉得我这个参选人的代表很像是维稳办的卧底，我稳定了老年人的想法，稳定了孩子的想法，稳定了菜市场的想法，但是他们不信，他们说他们还是觉得我选不上，我不应该被选上。哎，大概就是干这些事儿。你有些紧张是吧？我没有，我特别好奇，因为你以前是记者出身，然后后来当了作家，然后再从作家到参选人大代表，你觉得这是你的一个转型吗？或者是再上另外一个台阶？我一直在转型，从未被超越。其实我是学中文的，我1990年大学毕业。大家知道1990年之前发生了一些什么一些敏感的事件，所以那时候吧，大学分配特别难。我们好多同学，城市里的啊，女孩子长得娇滴滴的，细皮嫩肉的，现在都在山里边都玩了一大堆了。那时候分的，他们都分配到山区去了。我能分配到省城，在省体委当一个体育报的记者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加上我又特别喜欢体育足球，哎，就转型了。第一次转型，第二次又转型，是我本来是记者，后来写着写着就发现自己已经被停职反省了。我写了3期稿，怎么一篇文章都没有见呢？说你已经被停职反省了。哦，我就转型成评论员了。评论着吧，就发现工资也没给我发了呢，怎么？一开始在哪里写？在足球报。在四川省体委办的一家叫四川体育报的小报纸，发行量比较大，一般每一期能发行到6000多份。主要是描写我们省体委主任。怎么去基层视察，对吧？我现在对那个领导人的排位特别敏感，谁是排在第一位的，谁排第二位。而且有时候我会写点这个农村体育红红火火，老太太在田间玩呼啦圈，证明我国繁荣昌盛，走向繁荣昌盛。那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一开始是非常什么都敢说的一个足球记者，然后后来就变成什么都听政府的话，然后跟着省体委主任转的这样一个评论员。后来就是有人说我总在转型，总不走这个寻常路，对吧？其实我说你看我每一步走得特别寻常。就刚才有一记者问我说，你想啊，我和韩寒不一样啊，人特别帅，高二还是高一就把大学给辞退了。你眼睛比他大。我是特别乖，我没有他那么酷，我是特别认真的要考上大学，每天都在挥汗如雨的复习，高考第一天考作文，我这个流鼻血，那时候人现在看的美女流鼻血，我是看的作文流鼻血，一片全是，特别认真考大学，考上了，而且还报的是师范的这么一个师范学，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师范专业，特别想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你那时候还没得神经病吗？就特想改造别人的灵魂，你看特别的走寻常路，而且大学毕业以后，特别想分一个省直机关的正式工作。什么工作呢？省体委的体育报啊，挺大一报纸，日发行量6000。对，周发行量6000，我指的是2周啊，我们1个月出2期。这个后来又是特别喜欢足球嘛，大家知道我
我认为足球很好玩，但后来发现是被足球玩了啊，就是就觉得就要报道一些揭露他们一些不对的地方。比如说我就看一场球，踢着踢着，咦，怎么一边队变成了13个人呢？哦，有俩裁判帮他们。还有一次我在看球赛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队员，就是 A 队和 B 队， A 队呢一定要创造全年连胜54场的记录，但这第54场的时候碰到了 B 队，这 B 队有一老外特别不懂事儿，扛一脚，巴西人又比较兴奋，一脚远射就踢进球去了，比赛眼看一分分就要结束了，就 A 队就扳比分扳不回来，知道吧？你外援啪一脚射了以后，巴西人一个滑跪，特别兴奋。你们电影里边那个球赛看过，在草坪上滑，滑翔机一样滑到了主教练面前。一般主教练都要表扬他，对吧？拥抱啊，吻他额头啊什么的。那主教练当时急了：“你一个鬼儿子不懂事。”但是面带笑容啊，还是讲四川话。对，我是这么说的嘛，你看。后来呢，这个 A 队还是急啊，就后卫上去冲到对方禁区里边去射门，他还进不了。B 队后卫觉得不对啊，没有按照说好的打呀，上去就飞铲。这主裁判也不懂事，没吹点球。这个 B 队的后卫急了，哎，这个裁判这个都不算点球是吧？你怪不得我们中国这么多黑哨。后来终于这个点球进了，扳平了54场不败。我就想写写这个，后来你特寻常路，后来就被停职反省了。被反省了好多次？十几次吧，也不多，十九次。然后还也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还假装其实不能上班了，还假装天天8点钟准时起床啊，在去单位上回家给我妈讲，哎，我们单位今天又发奖金了，都不想要啊，不行，非得发给我，就这样。那个时候你有失望过吗？就是有想过放弃吗？没有，我对国家特别一直充满了希望。我觉得这只是组织上偶尔的一次，这个被乌云遮住了望眼。我记得你后来说你再也不写足球了。没有，后来我还是特愿意写足球，还写嘛，写，就后来发现，诶，我怎么被辽宁省的副省长给欺负了？就是我们单位突然接到辽宁省副省长的电话，就这样，突然就觉得，哎呀，那我走寻常路，还特别觉得我写不了足球，那我就写小说呗，这是我的本行，我回归嘛，就04年就开始写《你是我的敌人》，对吧？这书名没取好，你看。处女座写的是你是我敌人，哎，写了以后发现，咦，我怎么写了小说以后不能在北京签售？这是为什么？怎么回事？因为他们说，你看今天来了那么多不懂事儿的群众，每次我一签售人特别多，在北京基本就几千人，就容易引起群众骚乱。就是，而且我的口才还可以，容易按现在我微博里经常出现一些五毛啊，说我就是在煽动群众。我也不明白群众有我那么好煽动吗？你们是我煽动来的吗？啊，确实是我煽动来的。对，就是这样。后来就发现我每次做的很像，你不让我当足记，我就当足球评论员，你不让当足球评论员，我当小说家也不行，我就去参加代表。我参加代表是也是特别寻常的一件事，就是觉得我妈买菜每次要走40分钟，我说的是去40分钟，回来还得40分钟，这个基本上买那豆腐拎回来都烂了，成豆腐变成了豆花，基本是这样的。我记得去年韩寒来香港的时候，有人问他就是说为什么要当作家，然后他说其实他小时候特别想当记者，但是后来发现记者上头有主任，主任上头有有关单位，有关单位再上头有有关机构，后来他觉得算了，那我当作家好了，我爱说什么说什么。这也是你从作家转到从记者转到作家的这样一个想法吗？对，后来就一直，所以说我的结论刚才说了那么多，我的结论是我一直想走寻常路，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位朋友，
从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一直想走一个正常的路，但是我们这条路上的就是这条寻常的路上，收费站太多。就中国这条确实是寻常路，可惜收费站太多，而且还有套牌车。你经常不知道，你以为你惹的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叫郭美美的人，后来你发现你惹上了红十字。你以为你惹的是红十字，后来发现你惹的还是红十字。对，有的话也不好说，反正是我们其实中国每一个有理想的青年都想走寻常路，对吧？好好读书，找工作，找讨老婆，找老公，然后孝顺父母。但是由于我们的这条高速路上有太多的弯道，对吧？收费站也多，就我们都不寻常了。我都不寻常，因为没有办法，我都是生活逼的，逼到现在的。哎，说到生活逼的，我想起来你的现在最话啊。你现在那本书李可乐抗拆记，你为什么会想到拆迁这个题材？我听你自己说你是中国的三代房奴，有这么夸张吗？第一代房奴你也赶上了，第二代房奴你也是，第三代你还是，我就不相信你现在还是。那现在不是了，因为去年和沈浩波签约以后，他给了我几百万，给了几百万以后，我就不当房奴了。因为我前段时间接受一个采访，我说过我想做一个实验，说真话也是能赚钱的，因为一个说真话能赚钱的社会证明这是一个好社会，如果说真话还要进监狱，那肯定那个地方叫朝鲜。这朝鲜也在进步现在。对，至少我觉得我留着我其实对社会特别有用，有力的回击了境外反动媒体，因为你看我又经常说实话还能赚钱，对吧？但这句话也被那个五毛认为我这个人庸俗，我在装。你看我其实一切只是为了赚钱，就他们要明白一些道理特别低，他们挺弱势的，我指的是智商啊。所以说基本上我写拆迁只是对过去的生活一种回顾。我是96年买到自己第一套房的。多少钱买的？当时借了6万多块钱，具体单价好像1000块钱左右吧。一平米很便宜，现在想起来啊，96年香港还没回归呢。我们当时老想着解放香港，后来发现不对，应该是香港回归啊。就是这样的。后来2005年又当了一次房子，因为我在北京必须得买房了，老住人家里边也不对，对吧？然后就买房了。后来2009年2010年我又买房了，就这样的房从小换大。所以我觉得说真话一定是能赚钱的，就是而且我们国家像香港书展办了以后，我觉得我看到很多作家都挺有钱的，我觉得他们证明这个城市是一个美好的城市。就是如果我们都把作家逼成了这个曹雪芹这样的，对吧？举家失州，欲化为生，那是大清朝啊，那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共和国，我们不是大清朝。所以我觉得作家能赚钱证明了特别好。那你刚既然说了香港这么多好，你有想过香港又是言论自由，你有想过有一天如果香港政府邀请你优才计划来香港移民，你会答应吗？我有点不想来。不想来？因为我觉得现在我都42岁了，来香港肯定不太习惯了。你想这个内地多热闹啊，每天到处都是足底火锅店、茶楼、打麻将的，特别我们成都走哪儿，在飞机上你这飞行员在成都上空从来没迷过航，一清哗啦啦，好，清一色暗七队，绝对不会迷航。这个你要拉登那次先炸完纽约，对吧？对吧？后来又想炸天津，说不用炸，炸过了。后来本来还想炸点城市的，炸香港，途经成都的时候
听到下边都在男男女女老老少都在叫四个字，血战到底，血战到底。四川有麻将的打法叫血战到底，四个人打，谁放炮了留下，胡牌的人走，就知道就是这个人最后连一分钱输的都没有，血战到底，血战到底。拉登就吓到了啊，被黑到气了。 对啊，你要是来了香港就不能参选人大代表。你想这儿香港其实一点都不好玩，你想也不能随便横穿马路。你说我在大街上看大家，地铁里边没什么人说话，我在北京，你看北京我基本上我坐地铁特别省力，都脚都不用挨地的，而且也不用减肥，我每天上车还是一胖子，下车就成照片了。这个香港我还是不太习惯的啊，空气中，昨天我儿子啊，我举个例子，我儿子在家里喜欢吃方便面，我们不让他吃，昨天他去太平山，小孩不好好吃饭，回刚回酒店就饿了，我们就给他买了那个方便面，小孩不吃，哎，你不是最喜欢吃吗？有一股怪味儿，我受不了。他也不习惯了，因为里边没有三聚氰胺啊，受不了。我现在基本去国外已经不要担心我潜逃或者移民，我去美国，你想美国警察态度这么好，怪吓人的，上来说 Can I help you， 你说我觉得警察不习惯，大哥你能对我狠一点吗？不习惯。我到香港昨天下边那个光头，你看就那光头，就这个是我的暂时的临时助理啊，这个反正坏事都他干的，现在你看干坏事都是临时工干的，倪萍大爷那共和国脊梁检不是骗钱吗，人出来声明了，那是临时工所为，那个上海燃大火了，那也是临时工，那是我的临时工啊。他昨天去找那个太平山顶警察牵着大狼狗，他就居然和大狼狗一起合影了，就是这样的。我不太习惯香港，美国也不太习惯，一般像伊拉克呀朝鲜呀这个我比较习惯。我去年去了趟南非，因为他们让我去拍一个电影，我去了，我去南非的时候我就问，哎，请问这个南非什么时候到啊，他们已经到了呀，我当时一看这国家这么好啊，这么干净啊，基本是这样的。我还是在待在国内比较好，当个人大代表。对，只要你在国内久经考验了，各种东西你都适应。但是刚才在后台聊的时候，我知道你已经不是第一次来香港了，来了几十次，而且每次来都对香港有不同的印象。谈谈你对香港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地方。我其实我每次做任何的讲座讲演啊，我都没有草稿，不打，都是没有打副稿，都不打，即兴。昨天晚上我还特别，因为来到香港啊，这地方挺危险的，说话要注意，我都规定了写了一些稿，对吧？我就不是那个啊，不是有的坏人故意说反讽，我是正经的写啊。其实我来香港很多次了，这次是第一次感觉，我觉得香港是个特别奇怪的城市，特别奇怪。我举一个例子，昨天下午我带着我妈妈、我儿子，我们在太平山顶星巴克喝咖啡，露天的有桌子，呼啦啦就飞了两只鸟过来，停在桌子前面，桌面上离我只有30公分，它不飞，就叫自己管自己的事儿，它就叼那个绳儿，就我给它拍照它也不管，就我干什么我打电话它也不管，就各干各的。我们俩，我妈就说香港好啊，鸟都不害怕，就香港是一个连鸟都有安全感的城市，这太奇怪了。那个光头对吧，后来他见到警察拉着大狼狗，他去和狗和警察一起合照，又在我们那儿狗见他长他这样的早上就扑上去了，有安全感啊，香港的狗，这是一个狗也有安全感的城市。警察他就说我能跟你合影吗，警察马上特别有礼貌的，哎，合影，面带微笑露出了6颗牙齿，
我们那儿肯定站住趴下不准动，身份证拿出来。这是一座警察也有安全感的城市。后来呢，我们就顺着晒太平山往下开嘛啊，我们那个司机叫欧，姓欧，欧司机，香港本地人，开我们包了一辆车的下来给我指，我这有很多阔人是吧，阔佬，有给我指，突然指，哎，这就是李嘉欣他们家，大玻璃楼，你们应该很多人知道吧，玻璃的楼，李嘉欣他们家是她老公送给她的，哦，我这个豪宅挺好的，我就突然发现一个现象。那个许先生送给李嘉欣那个楼啊，它是玻璃的，全是玻璃做的，他那个屋子离马路也就3-5米远，对吧？那在我们那儿不可想象，你那么有钱还这么漂亮，你还可以住玻璃的房子，我们那一般用钛合金才敢住在里头。这是一个奇怪的城市，对吧？然后后来我一突然想起我们那个雇那个司机欧先生，欧生，对吧？我们一直没给他钱，我们去太平山去玩了半天，他就在山峰那等着我们，他就也不跑，他也不怕我们跑了，一般按我那个助理的习惯早跑了，在国内直接从香港跑到香河去了都。不过你为什么怕我们跑呢？他你雷不会跑啦，大家都讨生活啦，互相诚信啦，他也有安全感，我就对他特别感兴趣。我说这个正说间经过红十字，哎，我一看我们赶紧照相，不容易啊，生平第一次见到真的红十字。就拍了好多。我说这个红十字就是要穷人生病了真能帮忙吗？真的能啊。哦，我说你去过红十字他帮你吗？帮过啊。啊，就一路聊聊聊聊聊起了。我说一看到处不是最近你们轰控在选举对吧，有三个人，范徐立泰还俩人我记不太清楚了，对吧？我就聊起选举的事儿，我就说这个，哎，你们有人大代表，这个人大代表知道吗？他知道议员，他知道，也知道立法委员。哎，我说你觉得他们是怎么看待他呢？有没有用啊？他当然有用啦，他是中间人啦。政府总是怕有钱人的嘛，有这个中间人能帮我们说说话嘛，对吧？哎，他叫中间人。你我去参选人大代表，我们那儿5毛骂我什么是带路党。在香港人大代表那叫中间人，在我们那儿那叫带路党。哎，我觉得这个香港是个奇怪的事儿，你怎么能成中间人呢？后来一问他打听了一下，这个我小时候看很多枪战片啊，什么周润发呀，华仔战斗过的地方，我就问他黑社会现在还好吗？他挺好的，现在黑社会都挣钱去了，做生意去了，都做生意。啊，我说我们那儿那个黑社会在负责拆迁。就是这样，是这样的嘛？我们官员干了黑社会的事嘛？二奶干了反贪局的事嘛？这个三聚氰胺干了核武器的事嘛？基本上我们都这样。就谈起这个人大代表，我特别有感触。所以我说正题，为什么我要参选人大代表？一个作家，你都不知道没事你不跟司机聊聊天儿，没有看到过真的红十字，你没有接地气，大陆的话接地气啊，你何以当一个作家，对吧？所以中国的作家，特别以北京的作家，世界上就分两种作家，一个叫作家，一个叫北京作家，在他们眼里边全世界都是文化沙漠。其实我本来觉得北京作家挺有文化的，对吧？
但你不能看别人都是文化沙漠呀。你说你一高考你考了几个状元出来，你好不容易抽状元也到香港来读书，港大，对吧？前段时间我写过一篇那个清华大食堂，对吧？对吧？你说你没事你把最高领导人摆那么高干什么？对不对？我们很热爱我们的领袖，我们的领导人，对吧？但是那是在那个开多少大多少大的时候，你可以他的照片在前头，一个学校你也把他搁到那么上边，就这个学校就失去了学术独立的这么一个胸怀。所以你觉得这也是就是今年很多高考状元，看见没有？啊，对。我说这也是今年很多高考状元选择香港的原因吗？你觉得为什么大家都跑香港来了？因为他奇怪呀，我到香港来觉得空气太清新了，对吧？肺活量很大，我都敢大声说话了。但由于我还想回去，我还不敢那么大声说话。但是，那出去以后回去不了了，那怎么办？对吧？就是我出海关的时候特紧张，一直惴惴不安，特别生怕那个海关那个人员看看那个对那他电脑一看，哦，对不起，跟我到旁边屋子里去一下，因为我老出现幻觉，我们现在每天。后来还好，海关的武警战士见我笑，哎，大二哥，我挺你啊。我也想，我真想让你挺我的时候，你肯定都不见了，你都。好，还是谈作家啊。就是说，我们现在中国因为作家为什么没有好的作品，对吧？我们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嘛。其他奖不用说啊，他们特别天天扒着门缝，特别着急呀、啊！我要得诺贝尔文学奖啊！我要得诺贝尔文学奖啊！就天天，就我管他们叫自摸型，互相你看看啊，作家甲对作家乙说：“阿乙啊，你那只是卡尔维诺的风格呀。”哦、oh, ，no no no， 你那是卡夫卡的风格啊！得来双卡。他们天天就后现代主义，什么魔幻现实主义、超城市新解构主义，他们也就几个人，那书总共3000人买了，300人看了，30人看懂了，就天天互相互捧臭脚，我给你发一个奖，你给我发一奖，对吧？特别的。就是因为他什么，他写的书他们不了解社会，没有知行合一，他不知道外边发生什么，他不知道大学生要找一个工作是怎样一个过程，他也不知道当房奴有多难，所以他得不到快感，他就靠自摸，而且是互相自摸。自摸不可耻，自摸都能达到高潮才可耻。其实自摸达到高潮也不是最可耻，他只有自摸才能达到高潮。这就是我们的作家的现状。你写明白了，一句话明明挺舒服的，自从得了精神病，我的精神好多了。他觉得你庸俗，你低俗，你三俗，对不对？所以我就说了，我说我就爱看一种搞破鞋的小说。我知道一个搞破鞋的小说，有一私生女爱上了一个僧人，对不对？僧人也爱她，俩人搞到一起了，搞到一起了。那寺庙那保安长得不好看，也爱上这个女人了，仨人三角恋爱。后来群众还发现了，去批斗，保安还特仗义，还保护这个女人。大家知道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巴黎圣母院，作者名字维克多·雨果。你一看法国文学的走廊里边全是庸俗的作品，包法利夫人、茶花女、人间喜剧，那一幕一幕，对不对？也不像我们这儿作家不是心绞痛全就是偏头痛，你好好写一女孩，对不对？包法利夫人、茶花女、羊脂球，他们
卑贱吗？我不认为他们卑贱，我觉得他们很高尚。我们总要写那种，哎呀，特别文艺。他把文艺有很多种，不仅仅是纠结才是文艺，文对吧？我们总是觉得这写的女孩是一定是来历不明，没有工作，不知道怎么靠什么挣钱吃饭的啊，没有工作，月经不调，而且永远是光脚穿帆布鞋，上面还有泥点儿，有轻微同性恋倾向。你能写点正经的人吗？这个时代一定要为老百姓写作，为人民写作，对不对？他们主要是什么呢？他把写的你特别看不懂，问你看懂了吗？没看懂，那他就放心了，那叫品味，叫自摸型，非常可耻。除了自摸型，他们还真明白。自摸，你想想，那几个人我们都不知道，对吧？他也觉得，哎，一看李大眼之流，韩寒之流，对吧？啊，还是名气大，也包括卖家之流，他们以前看不起拍电视剧的，还要得到好处，怎么办呢？外边有人一勾搭他，就变成二奶型了，从自模型直接跨越式发展啊，到了二奶型。比如说，对吧？我们的这个含泪大师。对吧？还有我的老乡郭沫若，他们现在是什么呢？他只有从那个地方拿到政府里边拿到好处，他才能得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体现，对吧？一方面他这边升华了，另一方面就是这人品就蒸发了，对吧？我还专门为了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二奶型，我还想起当年我写过一篇杂文，叫老而不死是为梦。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化部部长叫王蒙，他有一天啊，他就说啊，中国文学我觉得不管你们怎么批评，我认为它处在中国最好的一个时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啊，诸多作家在从事纯文学创作，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上千部之多，中国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文学大国。而且你们看，过去像梁实秋、梁启超、张爱玲，这些人名字是不准提的，我们现在连胡适的照片都可以挂在学校里了，这是很大的进步啊，我们很感动啊。这是什么？他本来是一丫鬟，知道吧？说老爷说了把你收成小妾，他就特别感激涕零，这就叫跪着的人不知道站着的好处，知道吧？所以说往往你仔细想，该名文化部长从来没塑造过一个生动的人物形象，你也想不起他写过什么作品，那就是文化部部长。我记得就是坚硬的西周，你想想啊，他这个多装神弄鬼，坚硬的西周，你还不好意思说这没有品位。你想你写，我们最多写个柔软的西周，对吧？坚硬的西周，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是老而不死是为梦，天天在那梦。还有铁宁主席，我们现在的，我一直以为他是个男的，后来发现他是个女的，再看看他的言行，他还是个男的。除了辟谣、封杀记者，我们那么多盗版书，他从来没为我们鼓与呼过，对吧？作协我们的小说，大量的小说被百度侵权，他从来没看他出现过。作协啊，作协，你到底在哪里？然后就是余秋雨，余含泪。你看啊，灾区一些家长，我看到他们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查处一些承包商和领导。我要含泪向这些灾民做以下劝告：
你们丧遭遇的丧子之痛，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对吧？这肯定是13亿人同一时间，昨天给你们举行了哀悼日，都是世界上最浩大最隆重的哀悼仪式，对吧？哀悼对象就你们的孩子，因此这个调查的追究的过程需要有个过程，对吧？漫长的过程，而且目前我们还有更危急的事情要去解决。所以说，我你们看，灾区上上下下所有力量还在气喘吁吁，他也可以叫吁吁大师啊，气喘吁吁的忙于救灾，你们就不要来添乱了。二男性他必须他拿了这个钱，他必须得帮政府说话，对吧？其实有时候我没有那么严酷的，我觉得你可以不说真话，但你别说假话，对吧？有时候你偶尔说点假话，我们人之常情，我也说过假话，老撒谎，老给党撒谎。那个你不要说邪恶的话，这句话有点邪恶了，对吧？所以说余秋雨大师他得装。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他又去山西去去开导大家，去含泪。大家哎，含完泪以后总得喝酒吧，就山西的汾酒，对吧？弄来，就是山西土特产。你说你喝汾酒就喝汾酒，对吧？于老师，你还得喝点嘛，这个是名酒，我们当地产的特别好。你说好，来一杯或干嘛？只见得秋雨老师缓缓的、优雅的，用上海普通话翘起兰花指说：“汾酒啊，好的。”给我来一盎司，他要来一盎司汾酒。这已经没有办法了嘛，只有自恋才能达到高潮，通过其他方式他不装他达不到高潮，他只有这样才能达高潮。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达到高潮，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就打了一会儿电子游戏，也能达到高潮。韩寒去赛车，对吧？等等等等，我觉得是这样的。中国作家，你包括我，其实以前挺喜欢的郭敬明，但后来不喜欢，就是他老擦粉上门，我出门我就受不了了。姐不是不笑，一笑粉就掉。你说你好好一孩子，你好好文笔也可以，对吧？这比余秋雨老师还好。他非得把自个儿弄成一个还擦粉，还弄眉毛。你以为你东京来的，其实你东厂来的。这是不对的。这为什么是不对？你不觉得还有一位老师，就是我长期特别愿意提起的，就是我们敬爱的于丹大姐。他们当了这个被包养以后，你想想，他要说《论语》啊，他抡起来说《论语》啊，他告诉你，当你我可以给大家现场示范一下，百家讲坛，于丹姐姐的丁字部，秋雨是兰花指，上联兰花指，下联丁字部。你们各位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你们平时看百家讲坛，那个讲坛比较高，那个台坐的那个台比较高，只看到上半身，我还原他们的下半身。丁字步，当你遇到挫折，请不要埋怨社会，你要询问自己的内心，退一步海阔天空，你会寻找到完美的答案。我的妈呀，当城管打你的时候你不要投诉，领导不给你加工资你不要投诉，你要询问自己的内心，这事儿就悬了。你想想，你在内心永远是找不到答案的，所以你永远加不了薪啊，顶多要加薪。表面看他是丁字步，其实他是丁字裤。我不喜欢这样的作家，
作家得说真话，得说人话。你不能天天你说就是他们受点气，就让我帮他们出出气，说点真话，把这样说的特幽默特有意思，他让你别生气。你要问自己内心，在内心寻找答案，我得找房管局寻找答案啊，我的问内心我问得着吗？对吧？内心里有房吗？当然有房。我曾经写过的诗啊，我只有两间房，永久产权的，一个是左心房，一个是右心房，献给我喜欢的杨叔。这是我曾经我年轻时候求爱的时候写的，我当时没有房啊，就是这样的，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说，当二奶行也不行的时候了，就会出现东厂行，真正的邪恶行。大家知道有叫山东省作协副主席，有个叫王兆山的先生，写过一首非常传世的诗，叫《做鬼也风流》。江城子：天灾难避似何速，主席换总理乎，党腾国爱生生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窟，纵作鬼也幸福。这就不像你说于丹姐姐，她只是劝你别找麻烦，你问自己内心，做个数学公式啊，对吧？搭个桥，秋雨嘛也只是含泪，这个我们也不要要求过高，对吧？刚才我批评的两位老师，调侃的两位老师，有他们的一定的学养，比我强多了啊。这位作协副主席那就是邪恶，他叫东厂了。做鬼也风流，他们全家都风流，我祝他们。那边死了孩子，数万人、十万人死、几十万人死伤，他让说这个这是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而且前段时间还有一个学者写了一首诗，先念念他的头衔。著名学者，全国青联委员，民建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王汝彤。你想想啊，这佛教都来干这事儿了，都唱红歌了。祖国繁荣遍地春，知恩难忘感前尘，开天辟地，这是为了庆祝九十年的啊，开天辟地九十载，德政泽民亿万人，构建和谐昭日月，科学发展耀星辰，此生纵有千年寿，尽献苍生做党臣。这位大哥是民建中央的，你做哪个党的党臣？这就是学者作家。看，自摸行，二奶行，东厂行，它是有逻辑线的。先是自己本事不好，写不好，总得有人表扬吧，自己表扬。叔，你长得真的和英格丽鲍曼一样，此事你得夸，你得接话，你长得和这个什么男的呢？比刘德华啊还帅，我应该是克拉克盖博，对吧？俩人还是没有满足，当我们俩就当包养去了，对吧？咔咔弄点好处，这其实也没招谁惹谁。最讨厌的是什么呢？东厂行。所以说前段时间大家知道有一个湖南临湘市的副市长，看到李可乐抗拆记以后，居然向有关部门举报查封。我们的这些作家里头有很多经常要写给畅销书作家写检举信，写到新闻出版总署的，说我毁音毁道，说我宣传色情，对吧？说我三俗，我后来觉得最三俗的其实 是新闻联播，多俗啊，对吧？就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首先作家从来不是一个高尚的名称，也不代表正确，它只是代表你把你所看所感所受到的伤和你爱过的你表达出来。作家是什么？我不相信这个判断，图书是让人
伟大、光荣、正确的，它中间也有邪恶的，对吧？萨德大帝，我的奋斗，对吧？其实不要把书当成一个宇宙间唯一正确的，它只是一段历史，我们不要随意的去屏蔽掉它，有的书是不可以发行的，对吧？我知道龙应台老师在《大江大海》那本书新版本有一个，我听说书里有妖风，那个广告语写的特别牛，此书在台湾发行30万册，香港发行8万册，在大陆0册。我要是有关部门，我怎么都允许他发行1000册，你说让人总共发行38册，就说点抗战的真实的真相，对吧？这就不对了。不要随便，我其实没有什么，我只有生活主张，没有政治倾向，真的。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参选人大代表，是不是想从政？我说不是。他那你为什么要参选呢？我说其实这和泡妞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妞你觉得你特别喜欢这个妞，这个美妞，对吧？你就喜欢她的牙齿，喜欢她皮肤白白的，或者你她并不漂亮，但你又喜欢她，这是你的权利。参选和泡妞是一样的，你非得让我找出一个理由，我找不出那么多理由，因为它是我的权利，对不对？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国家这些城市不要轻易的命令别人只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我觉得言论自由是一定应该有的，对吧？说香港太奇怪了，居然敢骂特首，我觉得我们那儿你骂街道办主任都会出事儿，就是这样。因此我觉得好的作家好的作品是应该给人带来安全感的。我也许不同意你的观点，对吧？我同意不同意你那本书里写的东西，但是你会图书会让我们找到同类，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我们贫穷的时候，我们寒冷的时候，我们夜深人静难以入眠的时候，我们捧起一本书发现，哎，它虽然不能改变我的生活，但是它让我寻找到了我的同类。好的书就是一座好的城市，好的书就是好的香港，它可以让鸟都有安全感，让狗也有安全感，警察、作家，每个人都有安全感。其实好的社会就是每个人各司其职，各安天命，对吧？每个人能，只要你奋斗了，你就能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我们的社会不是应该以高低贵贱来分配财富，而是以每个人付出的劳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获取你的财富，这才是好的社会，是有安全感的社会。当我们的社会连鸟，你想想，你何时能发现你们院那个桌上有鸟？兴许有，那个你只能发现鸟毛，鸟被拿走了，一会儿闻到了肉香，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谈的是知行合一，其实作家是一个必须要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不要自摸，不要自恋，不要去被包养，要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对吧？即使你做不到这些，你也要成为一个能给遥远的某一个距离某一个人给他以安全感的这么一个人，让我们发现我们各自的同类。可能比如说有张大春这样的台湾的作家，他有他的同类，他的读者看，哎，我就喜欢张大春，这边有李承鹏这样的，我喜欢李承鹏。我们不要让全国只有一本书它叫红宝书，只有一首歌它叫红歌，这样是不好的。这样因此今天我的规定动作的最后一部分，好吧啊，谈一下大家很关心的为什么我要质疑倪萍，质疑的倪萍是个好人，但是这种好人现象实在太不好了。因为你生活中可以当好人，天天在大街上
找那种没法回家老太太把她送回家。但是你在作为一个代表，你不能不投反对票。我也注意到有一些作家，北京作家啊，此处之，说我其实参选人大代表是为了博眼球，是为了赚钱，对吧？是种演绎。姑且不论我是有钱以后才参选的人大代表，因为我觉得我有钱了，我得告诉别人怎么有钱，也能怎么像我这样有钱啊。他们老是把时间弄错啊。我们用的，我们和五毛和北京作家用的日历是不一样的，我们用的是地球日历，他们用的是火星的。但是这些我都认，我还想认的是，我其实是一个戏子，只不过我是那个永远在墙外扮演反对票，而且一辈子都不改变的那个戏子，对吧？请大家放心，我一定把这个角色演好。我不希望大家把我看得很高尚、很有道德，我只是比较真实。我存在的作用，就是来证明你们的不对。这是美国 NBA 巨星罗德曼的一句名言。倪萍存在的理由是证明你们都是对的，我存在的理由是证明你们就是不对。我想我们各安其职，各安天命吧。好，我的这个演出今天告一段落。下边你们可以点菜，可以点歌啊。接下来也是大家最期待的环节，我发现陈鹏确实是很敢讲，大家听得也很过瘾，很痛快。但是我在大家提问之前，我特别好奇一个问题，就很多人他是对事儿不对人，但您呢又对人也对事儿。我特别好奇，就是你是否担心有一天会因言获罪？我一直在因言获罪。我其实我觉得，中国人有一个不好的一个逻辑，就缺乏小学逻辑训练，就是总是说我是对人不对事儿，或对事儿不对人。我对这件事儿的时候，因为他这个事儿是倪萍身上发生的事儿，他就说了嘛，我认为党和政府是我的父母，为了不给他添麻烦，我在两会上我从来不投反对票。这事儿是你做的，我当然说的你人不对嘛，因为他毕竟他是倪萍说的话嘛，对吧？你这个代表叫倪萍，不是那个刘萍嘛，对不对？为什么我赞扬你刘萍？刘萍难道可能生活中还没有倪萍那么可爱？就是那个参选的那个女对吧？对，江西那个女代表，经常没事就被抓走了，就不见了，对吧？就那个女性啊，这事儿是你倪萍干的，我当然只能说你。五毛党总是要从细节里边还抠你的字眼，知道吧？你这个讽刺了他，那当然我说你是，你说你共和国脊梁，我说你都不投反对票，你当然有，确实是脊梁，只是有点颈椎病，对吧？那没有办法，你要让我客观的这个恰如其分的本着治病救人爱护同志的如春风般，像倪萍姐姐那种春风，我不会说呀，这也不怪我，对吧？你们把我教成这样了，那我现在就这么说，那没有办法，都成那样，倪萍姐姐春风沐浴，我怎么办嘛？这个我觉得不能分开啊。还有一种，你们难道真以为倪萍姐姐不是在演吗？有人在说倪萍姐姐是说我欺负弱势中年妇女，你见过住几千万别墅的弱势中年妇女吗？太弱势了啊！你见过随便就可以打个电话给高层领导的弱势中年妇女吗？对吧？我说的是智商。还有人说你不能伤害侮辱他。我说我们的这些名流们怎么那么容易就被侮辱了？你哪儿哪儿都敏感，你浑身上下都是祭点。我们这很像我们政府，他随时觉得别人美国人把他给侮辱了。那我也骂过 CNN 啊，因为 CNN 有个主持人大家知道，说中国人几千年来生产都是垃圾和暴民，我就不干，我就不愿意别人说我们国家人是暴民，对吧？你说城管队我愿意，你说政府我觉得我没意见，你说你说我爸妈都我爷爷全是暴民都是垃圾了，那我是说你美国人你口蹄疫，对吧？但美国政府从来没有认为我侮辱了他呀，
对不对？反而认为我侮辱了美国政府的是中国这帮人。我们太容易被侮辱了。为什么那么容易被侮辱呢？我就不觉得别人侮辱了我，我总觉得我老侮辱别人。这个所以说，我们的教育是出了问题的，对吧？你确实跟他就事论事，我都白纸黑字写的特清楚了，倪萍是个好人。其实我写的时候悄悄心里打了一个问号的，但是我还得这么说，本人只不过是对事不对人，说这种好人现象，对吧？他还要觉得你侮辱了他。凡事，而且倪萍都不可能不觉得我侮辱了他，是倪粉觉得我侮辱了倪萍。就世界上中国确实有这一帮人，他自己长期被侮辱，他有一种侮辱代入感。金庸先生写了郭靖，写了杨过，我会带入英雄感。我们中国有一帮人会带入侮辱感，他老觉得自己是那个尹志平，对吧？有坦之，这有点不对，没有那么多侮辱啊。我觉得我们互相都没有侮辱过啊。我觉得侮辱我们最多的是新闻联播，天天说 CPI 涨到7.98%了，老百姓表示生活一点没有受到影响。那个别的地方，台北这个物价才 CPI 多涨了3.64%，老百姓说活不下去了。这是我们这个是这样的啊。好，这位女士先。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话筒递给你。李成鹏你好。那个刚才你讲到那个你参选那个理想，能不能多讲一些你参选的那个理想？跟就是后来政府不是出了一个声明，好像说那个不合法什么，那个东西有没有把你的理想压下去？你觉得政府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是不合法？最想听到的是你讲一讲你为什么要参选。我其实觉得特别开心政府说这句话，而且他特别合法。他说独立参选人没有法律依据，对吧？因为我觉得他说独立是没有法律依据，因为我们这儿独立是敏感词，你不能独立，从家里边小时候就不能独立，到单位也不能独立。同时他说了一句什么呢？他说了只要你有10个以上的联名推荐，你就可以去报名参选人大代表。其实我们啊，每次我们当然倪萍姐姐说了嘛，政府是我们的父母，我们要理解父母。我总从好的方面理解他。诶，他一方面虽然说这个独立参选人不合，就没有法律依据，但是他同时说了有10个人推荐你，你就可以参选。我要从好的东西来理解。你看政府是支持我们的，人大法工委是支持我们的，所以我们应该高调参选。所以谁说我不能参选，我就拿人大法工委跟他说事儿，是这样的。另外理想会不会受到压制，我觉得理想就像夜明珠，在光明的地方它暗淡无奇，等黑夜来临它便熠熠生辉，这就是我的理想。大爷你好，我是中评社的记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您刚刚提到倪萍的一个问题是，在您微博上看到说倪萍送了你一本姥姥语录，想问您看过没有，对这本书有何评价？然后呢，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您在微博上以及网络上言论一直都比较犀利，请问你在被封杀和言论自由之间的度是如何把握的？谢谢。我个人觉得我的言论一点都不犀利，我觉得我只说的比较好玩。姥姥语录我觉得不太适合我这种还比较年轻的人看，我觉得一般等我老了以后我再看吧。我想再说一下言论犀利和这个被封杀之间的度。其实我觉得我的言论一点都不犀利，你看说的都是很常识很粗浅的道理，对吧？
顶多就是说人总喝三聚氰胺，喝多了等我们老了一火化都成得道高僧了，全是舍利子。就这个就也不叫犀利，叫好玩。我觉得因为他没有挑战我们的常识啊，的逻辑标准。我觉得最犀利的还是新闻联播，对吧？他们经常违背物理学原理，对吧？这个比如说他谁又侮辱了我们的感情，我觉得他隔那么远怎么能侮辱我呢，对吧？什么强奸了中华民族，他强奸不了，而且何况说了带避孕套不算强奸。我觉得我一点都不犀利，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除郭德纲和周立波之外第三个说相声的人，当然比他们俩这个读的书要稍微多一些啊。好，这位。哦，李先生你好。你也好。你在哪里？我看不到。我在这啊。麻烦你站起来给大家看一看 好吗？我感觉到现在好像不像太多的香港人在这。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艾薇薇的问题。艾薇薇在香港竟然是一个挺受关注的人物。我想问你在艾薇你对艾薇有什么看法？还有就是你在艾薇身上看到你刚才所强调的安全感吗？好，谢谢。第一，我对艾薇薇的看法，觉得她长得挺胖的。第二，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瘦了，可能最近出去减肥去了。我想异地减肥这个还是挺好的一个运动项目，我会向国家体委推荐一下。第二，安全感的问题，我说了嘛，一个有安全感的，不管这个人他是有几个老婆还是偷税漏税，请按照他合适的罪名去给他定罪，对吧？而不是每天你的担心。我这几天一直在查我自己的税，我是自我审查。我现在已经把查到2006年的当时写的专栏精确到400块钱的税交没有交，我发现我还是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我欣喜地发现我当时签的合同全是税后，像我这么一个不懂法的人居然知道税后是可以在5年以后能保证保护我的这么一个合同。所以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在我们的国家里边，对吧？第三点，昨天晚上我其实一直在思考你要提的问题，比你想的还要尖锐。我想很多事情不必说得太明，对吧？就像我们不要去坑爹，也不要坑哥。我祝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受到我们的宪法是很好的，因为我们宪法说有言论自由，我们的这些公民们都能成为一个守法公民，除了不偷税漏税，也同时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我觉得只交了税而没有言论自由，那就不是一个守法的公民。我觉得你必须要交税，要拥护党的领导，同时也要言论自由，也要敢于参选，才是合法的公民。你说你一辈子没见过选票，你说你成什么合法公民，对吧？我觉得是这样的。谢谢这位记者。李先生你好，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站起来。您刚才分析了那个大陆的现状，一些政府也好，那个体制也好，政党也好，有些那个观点我非常赞同。但是造成这种那个，他们有些造成啊，造成啊，造造造，不要说啊，不要说脏话啊，这样对有关部门是，你说出了真相啊。但是我的一个思考的结果就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跟你的观点不一样。
啊，我的分析是那个，我先介绍一下，我不是记者，啊，我是个商人，在我们那边的话叫奸商，啊，在我们那儿话叫领导，没有，领导的亲戚啊，因为我为什么提这个观点，就是我有一点思考，就是我说就是，可能我们在那个几千年，我们话这个两头说，一方面我们在对外的时候说五千年文明，但是当我沿着这个思路去那分析的时候，我发现我们这个五千年文明呢还抵不过人家两三年文明，两百三百年，所以我就发现可能我们这个五千年文明这个说法的话不正确，所以我就按思考的结果写了一本那个书，叫我可不可以？可以。痛爱中国。啊，书名叫《痛爱中国》啊。黑白配啊。对。小谢祝啊，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不起我的祖国，而这个对不起的原因是我的爱国主义。香港商报出版社帮他打一个广告啊。是。所以我的一些思考就是，我说就是造成今日中国有。同学，时间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原因我的分析可能我们的传统文化很有问题。那么从这个角度，我想说一点，就是包括现在的鬼学，那我认为就是乱七糟八的东西，在复兴那个鬼学嘛，很多包括百家讲坛也好，你刚才说，包括很多专家学者也好，还有一些培训机构也好，我想这些从这个角度，我是非常赞成你这个知行合一的。我认为我们大陆现在的问题不是腐败呀、三聚氰胺呐，而是很多知识分子的沉沦与麻木，他们没话、没声音了。这是我跟你说的两句话。第一是我非常践行那个知行合一，但是也很麻烦。你看我比你年轻，但是头发比你白得多，就是坚持了知行合一，很有后果的。所以不好意思，请问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就是跟李先生说，就是我认为这些问题它的背后，就是现在很多问题的背后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我其实对，坐下，老乡，咱是老乡是吧？对，你听，我一听普通话也听出来我们是川普啊。其实我特别同意他的观点，其实我们现在总是在谴责我们、批评我们现在的政府还有现在的官员。李先生你好。我还没有说完。其实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是来源于我们几千年、三千年吧，或者五千年吧的一个传统，我们的民族性。其实很多事情，如果你们看万历十五年黄仁宇先生写的，你会发现他很多和现在是很一样的。不要仅仅以为现在的政府才是坏的，我们整个几千年我们都这么活下来的。其实有人可以从我们几千年的历史文字里边看出俩字儿，叫吃人。就是我个人觉得，我们几千年的，你一看历史，后来发现它也有俩字儿，叫演戏。你说万历皇帝没事儿，他们明朝皇帝每天早上起来干一件事儿，就是去读经书，在一个叫文渊阁的包房里边，找了一帮大学士，就今天要做什么事儿，我们要从经书里找。他们自己都知道那是演戏，但是他必须找到一个他的合法性，他皇帝的合法性，对吧？因为你朱元璋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篡位的人，也是一个开国皇帝既篡位，也挺神奇的啊，能做到这个份上。他们都在演，你说我们的秦始皇在演吗？他也在演，对吧？后来他儿子那些你们知道吧，指鹿为马，对吧？都在演戏，就是演。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传统都是这样的，包括国学。就是我其实不知道真实的孔子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至少现在的国学加上什么论语啊，什么老子啊，我说过加起来就是老庄孙子。就是所以说这个东西要他们越弘扬国学的时候，我越觉得国学很可疑。当然我指的不见得是真正历史上的那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先秦时期百家争鸣，那时候是我们中华民族很璀璨的一个时期。可惜后来本来是大老婆的都变成了二奶，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我们这个
土壤特别容易招安一种思想，特别好玩。所以说我也觉得，一方面觉得现在我们会批评当下的一些政府啊，同时其实根子不是说他们，而是我们。好，中间那位女士。哎，李先生你好，我想问一下，因为众所周知啊，因为您的参选而点燃了中国独立参选人的这个熊熊烈火，然后您也受到无形的压力，例如您的儿子想那个接受那个体育赞助也取消了，我不知道那个您如何化解这些压力。第二个，您这一次在香港演讲也说了不少大胆的话，我不知道你以后会不会担心以后不能再出境或者不能来香港了，谢谢。我说的话今天大胆吗？离昨天咱俩商量的底线没有过吧？我想其实当一个人老是在算计自己的说话的底线红线在哪儿的时候，它会引起生理上的问题。真的，其实他们如果不让我出境，那我就不出境了。就像那个快乐女生天天让我去当评委，我其实只是为了我为了伪装一下，显得自己娱乐一点，我说那去吧。后来我就说特别累，特别不想去，我说真的不去了，下期我就不来了，他们一定让我来。终于他们主动说你不要来了，那我也很开心。说任何话，其实我想我们发表观点，我们参选代表，我们到香港来，对吧？为什么我都觉得没有问题，很安全，我可以出境，我也可以回去，对吧？我回去以后还能出来，是因为我想我这人演得特别真诚，就是这样的。我之前我其实你当你说我是人大代表的时候，我说我是快女评委，当你说我是作家的时候，我告诉你其实我是一个说相声的。这次我来香港是带着我儿子，带他去看趟迪士尼，玩一趟迪士尼，带我妈去大屿山去烧香的。因为烧香要还愿的嘛，所以明年还得来。希望你年年都来。这位同学他等了很久。李先生您好，我是李先生您好，我是来自那个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我也是像您说的一样，就是从内地过来的，来香港留学的学生。然后我想问一下您，对赴港求学这个事情是赞成还是反对？然后您是觉得我们是应该，比如说像我也是学文的，我们应该是回去争取呼吸的空间呢，还是在香港呼吸新鲜的空气？还有，如果您年轻二十年，您会不会考虑留到香港发展？谢谢。有点绕口令啊，是争取呼吸的空间呢，还是留在？对，我觉得内地的学生到香港来留学，是这个我们的内地还有希望的一个表现。过去我小时候老我说过，我们老想去解放香港，后来发现确实。这个不是解放香港，是香港解放了我。我们来书展的很多作家都在说，到香港以后人的状态都变了，都可以放肆了，可以大声说话了，对吧？随便晚上睡觉或者和女朋友聊天，你可以把电话搁在那儿，对吧？在国内不一样，国内你表面上我是跟我老婆在聊天，其实可能有一群人在听聊天，就是这样。我想就像当年我们的民国有一段非常灿烂的时期，那是因为有一帮庚子赔款的留学生，他们出去了，他们呼吸了新鲜的空气，他们至少知道了什么叫新鲜的空气，自由的呼吸，他回国以后也能告诉他和带动开拓新的空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用的。你刚才说的两种东西都不矛盾，你负责在这儿呼吸，我负责在家里开发，最后就叫里应外合。我们给前排的同学一个机会吧，他坐在这里很久了，你就直接站起来，很大声的说就可以了。
为什么足球就低俗了呢？就关键引的外援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孔卡，哦，好像是一个南美球员是吧？恒大啊，啊，我立马再翻译成那有多少套房子，我其实可以制造多少个李可乐，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其实我已经有，其实我是04年底就05年初就被取消了这个采访的资格，我一直就不是一个足球记者了。后来评论足球是因为把它当社会在写，其实很多人说，哎呀。大眼你怎么一转型写杂文就写得那么顺呢？我说其实你把中国足协的置换成那个中国对吧某部门就行了，其实这个其实没有难度，所以说我现在关心足球和关心社会是一样的，这个问题暂时回答不上来，但是我天天用其他的方式来回答。你说这个球员值700万美金啊，我立马想起那至少是100个李可乐了啊，我觉得这个社会确实挺好的，挺好的。好，中间那位男生。埋在这里啊。啊，埋在这里。埋在这里，我想问一个，欢迎大眼来香港啊！我想问你对香港青年对现在的政治集体的发言说话。你什么看法？就是年轻人看到现象说话敢说真言。我觉得如果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年轻人都不敢说真话了，那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那在内地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哎，对，就现在香港青年80后他们敢说话了，但有些人就说他们是不是在说真话。你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就是说，你再说一遍，我没听得完全很明白。就是年轻人看到不公平、不正常的现象，是应该站出来说话。对，对。首先，如果你长期不敢说真话，先是不敢，后变不能。就你从一个心理上的害怕，从心理现象到了生理现象。他说你想说真话你不知道怎么说真话了。内地的有的青年他不如香港的学生，他们先是不敢后便不能。就是说我曾经和小崔我们在我的也李可乐康乃馨的新书发布会上，在我们像那个红岩里边在那个小书店躲在北京的北五环边上一个特小的书店，我们简单召开了一个新书发布会，我们谈到过一个问题，审查和自我审查。有时候吧是确实领导在审查，这篇文章不能写，这本小说不能，这段得拿下，像我这本康差记斗争了好长好多个回合。但有时候是自我审查，领导还没想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先行想到了，领导还没认为这是影射的时候，我们的自己的人觉得这可能要影射，就是这样的。其实有时候我在想，觉得内地，所以说我们现在问题还不在，不好意思，我们的内地的青年学生，而在于我们从来没有营造过一个好的环境，让青年学生去说真话。你可以想象胡适、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多么年轻的时候，就在干一番伟大的革命事业，他们在办《新青年》，对吧？我们现在的青年顶多看看 SHE 的演唱会，但我在香港我很感动，就去年是7-8个人一排横排的从地铁站排上来，在国内基本只有买房的时候抢购房的时候能这种现象了。这个我觉得香港是一个有文化的一个城市，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这确实像我们领袖希望达到的，它有一种可持续性发展的一种潜力。这个是香港，我不真稀罕香港的高楼，我不稀罕香港的那些跑车，我稀罕香港青年的这种自由的想法，这个很重要。我希望在座的和我一样来自内地的学生一定要学会，香港人确实有那种敢为天下先的这种劲头，一定要去学习。
对吧？不要迷信枪杆子和笔杆子。如果你以为只一个国家的管理只有枪杆子和笔杆子就能管理，那可真是二杆子。李先生你好。你好。我很喜欢看你的博客跟你的书。我也是。你好，我是半个四川人。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回答了，可能你明年就不能来香港了。我们香港有个良心，可能你知道，陈方安生是香港良心。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承不承认刘晓波是中国人的良心？就这个问题。有的事情大家愿意说他是良心，有的事情我愿意说他心凉，因为他发生以后你会心很凉。这个事情就像刚才我回答那位同学一样，我们有很多，今天我昨天晚上在大街上看到一本杂志，一本杂志标题是李承鹏带动中国独立参选风潮，直面挑战某党专制，我说这叫坑爹级的问题。我说你也不要坑哥。如果我能不能回去是一码事儿，我回去了再来不了，那是更是一码事儿了。所以说，我个人觉得我还是特别想回去，因为我老婆在成都呢，那里还有我很多女粉丝，而且。很关键的是，我儿子10岁，他是个非常优秀的职业网球运动员。他现在是省上的四川省的冠军。月底这个月底28号要打全国比赛，在成都举行。我想，一切尽在不言中。如果你必须逼迫我回答这个良心和心凉的问题，让我们得到了一个人人尽知的答案。而损失掉一个世界网球冠军的话，其实不是我情何以堪，其实是让我的儿子以后在大满贯夺冠的时候，让国家和政府失去了一个说首先感谢国家的机会。希望我的回答你都懂了。你笑了，我知道你懂了啊。你的回答也为我们最好的诠释了在被封杀和言论之间如何寻找平衡。也不是平衡，一个人只有勇气说话无所谓，他其实网上有很多勇敢的人敢说。其实李大眼价值，他能敢把大胆的话说得很好玩，说的有技术含量，对吧？所以说我一直在说，真的勇士不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而是敢于直面这扯淡的人生。喂，好，时间的关系，最后两个提问。最后三个提问，我太爱他们了。李先生你好，我是来自深圳的一个中学生，但是其实我也蛮关心政治的。就是说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说现有的这个体制它崩溃了，那么您将会何去何从？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刚才听说您有一个孩子，就是说如果您的孩子最后不可避免的要就是触碰到这面墙，那么你希望他是活在体制内还是活在体制外？先回答好回答的啊。我孩子现在只上半天学，上午上学，下午2点开始练，练到晚上7点半。我已经一定不让保护他，不让撞上那堵墙。我不让他学奥数奥英什么的无所谓的，但是即使他只上半天学，我发现他也是门门都是优，门门都是优。他的语言也非常有天赋。他4岁的时候，我带他去放烟花，我就无意中问他烟花好不好看，
他好看，我怎么好看呢？他说你想，天是黑黑的，烟花依次升空，一闪一闪的，像灵魂在升空。四岁，这句话我写在了就2008年那个李可乐寻人记里边，有一句话假借一个女孩子说的，泡妞时候说的啊。我儿子就我从来不担心他能撞上那堵墙，因为我努力把他培养成巨人，他只要轻轻一抬脚就越过了那堵墙，不像我个子很矮。第一个问题，当现行的体制崩溃了，一定它崩溃的道理。我想我没有必要装圆滑啊，说这个它不会崩溃，或者我再用一个幽默的语言把它绕开。它崩溃了，它一定有它崩溃的道理，对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对吧？我想是这样的，我是一个没有政治主张，没有政治倾向，只有生活主张的人。我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我其实是生活派，我是苹果派。有一句中国的俗话，我说大实话了，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对吧？比如说我在成都，我们市长突然不见了，对吧？我们区长不见了，那关我什么事儿，对吧？就是说如果出现这种很大的一个变动，我会重新阅读一些人的书，参看我们的革命先烈怎么建党伟业的。比如说我要去看，首先看毛主席怎么从一个湖南乡下伢子成为领导我们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对吧？在他的思想，伟大的思想的指导下，再顺便看一看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再看看胡适的，我蛮喜欢胡适的，特别看了《建党伟业》，我觉得吴彦祖演了以后，我更喜欢他了。我始终觉得我们的领袖应该是很帅气的，不应该是那个才40岁就半秃的，他的脑袋很大腹便便，裤腰总是系得很高。我觉得我可能要改变一下官员的形象，因为我总觉得为什么美国总统都那么帅呢？昨天我在蜡像馆我看了一下，奥巴马确实长得挺帅的，对，比曾荫权要帅，曾荫权不好看，对，满意吗？谢谢。倒数第二个问题，我们请后面的那个男生吧。李先生你好，我是本来是从香港里面读书，然后这两年回到国内读书，然后知道很多国内的政治上面的不方便，有很多学生是因为了一些运动，或者是举例说是茉莉花运动，然后被调查了。然后我想知道，就是因为国内有很多不方便，令到我们很多学生不知道中国的内部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有什么可以方法可以提醒一下，或者是提议一下，我们学生可以知道一下中国国内的政治，可以给他们了解一下，或者是重视一下中国未来的道路。另外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在网络上，微博有另一个名人眼香，或者是眼香是，他你怎么样评价他，或者是他是不是真的是五毛？是对我们网络里面是说是五毛，他你跟他有一些谁？你再第二个问题你再重复一遍。你在网络上的微博。有一个网络名人是眼香，你怎么样评价他，或者是他是不是真的是五毛，你怎么样评价？谢谢。染香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是一群人在战斗。我觉得染香我挺心疼他的，就是说一个人要扮演那么多角色，就是我经常想起那个金庸小说里的那个考古六仙啊，六个人，他们其实他们内部也会有很多争论，知道吧？因为其实这五毛党，你不要以为，其实我要一定要
阐明一个我的一个观点，很鲜明的观点。其实我尊重所有的真正的信仰者，不管你是信仰布尔什维克，还是信仰基督，还是佛教，还是纯正的西方民主思想，只要你真信了，我都尊重你。我其实我是觉得挺心疼冉湘他们的，他们不信，他们宣扬的东西，他们前后都是矛盾的，这是中国五毛最好玩的一个现象。他们一方面老在墙外边溜达，准备墙里边扔一条骨头出来，这是土家野夫发的一条微博。他们永远在墙外溜达，准备等待一根骨头。有一次野夫还问了一个体制内的一个负责管这块的官员，官员很不屑地说，嗨，那些人你以为我们看得起他呀，对吧？所以说这些五毛最大的可悲的地方在于，他真的不是谁派过来的，他是自发的想企图从墙里边扔点骨头，但是不小心等了好久好久扔出来了，啪，一块砖头。我知道像窦涵章就是被中心车社给新华社给辞退了，他现在要去办一份娱乐杂志，这对著名的左派五毛窦涵章来讲，这是多么娱乐的一件新闻，对吧？这么一个毛粉，这么一个左派，居然去被左派的新华社给开除了，劝退，然后他转身去办娱乐杂志，这可是最大的娱乐新闻，这个很好玩，对吧？太好玩了。还有最后两个问题吧。李老师您好，您好，那个我也经常上天涯看您的一些帖子，然后里面的一些观点我也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然后我其实是去年从清华毕业，然后现在在香港科技大学这边读书，所以您之前提到您写的一个清华大食堂的一个帖子，其实我们也感触很多。就是这几年来，我觉得清华像清华和北大这样的一流的大学，它培养的学术大师越来越少，但是却培养了更多的一些所谓的治国之栋梁。然后这些治国之栋梁，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也不能抱太大的期望，所以我想您能不能评价一下中国的高等教育在造成这种社会现状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责任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清华和北大这几年一直在想要争世界一流大学，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个和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距离还是很远的，然后您觉得这个背后有什么更深层次的一些原因吗？谢谢。我们国家的教育一直是想把人变得更傻，而不是更聪明，对吧？其实在我读大学，我特别痛苦的就是当我们学语言学概论的时候，学美学概论的时候，学写作技巧的时候，写作学的时候，开章的序言总是要求我们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挥，这个挺搞的。因为我一想，关关雎鸠的那时候马克思还没出生呢，他怎么指导，对吧？而且这样的一种绵羊式的教育，对吧，它会让统治者更加安全，狼的教育还会更不安全，这是他们的思路，这个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就是让你们更傻，对吧？让你们不仅喝着三聚氰胺三鹿长大，而且让你们灌很多浆糊迷魂汤。我们现在很多学生连基本的逻辑顺序，就是最基础的逻辑技巧都不会，这个是实在让人，好在他们把房价整得很高，你们在算房价的时候，因为生活的压力，在找工作的时候逼迫你从生活中学到很多逻辑，这个也是很好的。所以说人算不如天算，很多事情他算不尽的。说清华和北大他们在争第一，让我又一次想起了这个金庸小说，有一本是我很喜欢的《神雕侠侣》，就是在华山论剑他们走下山以后，有当时有周伯通、杨过、郭靖、黄蓉等等这些绝顶高手走下华山顶的时候，听见山脚下有一帮俗人，一帮一看就是庄稼把式的那种人在互相争东邪西毒，对，南丐
北地，北丐南地中神通，他们争世界一流，真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我觉得清华和北大，你仔细看看清华校长的后边头衔后边，其实清华已经变成了一个房地产托拉斯。他们不是清华大学，全称是清华大学房地产第三产业股份什么有限公司，他们全称应该是这个，北大也是同理。我想清华可以说他培养了很多栋梁或者是很多脊梁，北大可以说他们导师说培了多少个亿万富翁，对吧，千万富翁。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出一个思想家，他们也没有拿过诺贝尔奖，我指的是文学奖啊。我总觉得中国这些大学在基础的教育都没有搞好，都还在真维斯楼，对吧，你这时候你还争谁是世界第一，是一个笑话。这也是 GDP 造成的，没有办法，他们太 GDP 了。所以说我和高晓松也是调侃高晓松，让他心情不好，也是基于这场争论之后，就他就进去了啊。最后一个问题，那是。我是判断失误，我当时以为在北京竞选人大代表肯定很难，想走一条毛泽东说过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一条战略。我回到成都以后，多年以后回到成都才发现，哦，结果有更狠的土匪把农村也占了，也我回去也不行了。其实在成都的政府的是更难，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中国其实你真仔细想想，那些高层的领袖们他们没有那么傻，有时很多时候出现问题是政令不出中南海，真是这样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上面说降房价，下边他确实在给你限房子限购，比如成都就弄了一个什么呢，我只在哪几个区限购，他说高新区是郊区不限购，后来发现高新区比武侯区离城市中心还近，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可能是我这个从来不认错的人第一次认错，我准备移民到上海去。我已经在和陆金波商量过了，陆金波觉得上海还是确实要开明一些，于正声书记也发表过相关的参选的言论。我正在做一些准备的时候，有一天上海的独立参选人夏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们家来了一帮警察在查税。后来我要决心干脆回到北京吧，北京还是确实比较好。我给五岳散人打了电话，五岳散人说是北京确实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啊，还是比较好，可是我刚刚被迫辞职了。他也离开了中国日报，就是这样。我也犯了一错误，都在犯错误。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散伙了，好吧。哎，你来点吧。你问我一个问题吧，干脆。我觉得他们老和糙老爷们聊天太没意思了。你说老见着他们，我的助理，我觉得人也会心态变得抑郁，
我其实是我和小崔是病友。嗯，所以我就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个人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你本人还是一个很幽默很阳光的人，但是你的文章都是骂 A 骂 B 骂 C 骂 D， 一直都看不惯看不惯看不惯，我想问你老看多了中国这种黑暗面会不会给你自己有影响，如果有的话你是怎么调整的？你看我都四十，马上满四十三了，长得这么年轻英俊，你觉得我骂人会有影响吗？我觉得骂人是特别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事儿。我觉得每次开两会，那些不骂人的人都长得都是不是秃顶就是大腹便便，都前列腺已经前列腺了，都已经。事实上你看我写了很多充满了美好情感的文章，早年的歌颂足球的就不说了啊。我也写过比如说夏俊峰案，我也为了救一条人命写过这位父亲是多么的不易，他只不过是为了儿子能有钱学画，他上街摆摊，对吧，他只不过是想让自己在儿子面前更有面子，对吧，这个我觉得不是骂人，我是在哀求，我发明了哀求体。所以说据说夏俊峰可能能活下这条命，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的李可乐康差记能卖到40万册还是48万册或者50万册，而是我写了一篇文章救了一条人命。我觉得是这样。还可以再问一个问题。我这不问问题了，因为什么呢，我觉得现场不仅是来了很多观众，我们相信有很多很多的网友没有来到现场的，他也在关注着这个事情，其实刚才我也帮他问了很多，我就想说一些网友的声音，有一些网友想带我对你说几句话，有一个叫老周随笔的就是说，希望李承鹏不管多难都要坚持，虽然李大眼的观点并不是每一次都正确，但每一次都代表屁民的意见，虽然李大眼早就不属于底层民众，但是他总是自动站在底层中间喊出有力的声音，最后希望你永远勇敢地做自己。确实啊，确实一个开着好车住着大房子的人也不是底层群众了，但是还是怎么说呢，也不能装，因为我知道我从哪儿来的，对吧，我不能装高端，不能装雅婷，就是说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也就是李可乐寻人记里边都写过的那个叫朱亚当的人，原型有这个人，就是他和我一样都是穷孩子出身，特别艰辛的打拼，这个特别装，后来就真人变得特别装，经常说我是穿的是爱马仕的裤子，怎么样，其实我的这双鞋是60多块钱淘宝买的，然后而且人一旦忘记了自己的出身来历，你真的就不知道自己未来是怎么回事，你要犯什么错误，我在参选人大代表的时候，这个人还在不好的时候说了对我非常不利的话，导致我现在某些原因吧，让我非常艰难，现在非常艰难，但是特别高兴的是，为什么我会这么年轻，我遇到高兴的事我真的会很高兴，因为他们家，我突然知道他们家半年前买了一整套达芬奇家居。谢谢谢谢，今天李大眼秉承一贯的风格，幽默犀利，给我们香港的读者和观众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说，针砭时弊，以前针砭足球，现在针砭时弊，也会希望你做一个为人民说话的优秀的人大代表，希望你顺利当选，也希望你顺利的出境，再次顺利的入境，对，每年都可以见到你，我以后办一个多次往返香港的证件啊，至于能不能顺利当选，其实我只是就像你们都看过开奖对吧，我只是躺在彩池里的那个奖球，我存在得奖的可能，但是能不能，我是不是那个号奖号，是那只手来决定，不是我。
我尽我所能去干我应该干的事情，如果我没有干成，希望大家不要失望，因为这次干不成，五年后我还会再来的。五年以后干不成，我还会来的。我要烦死他们。好，来一点鲜花吧。我们再次谢谢李承鹏，然后请我们的主办方。大家再一次热烈的掌声，谢谢，谢谢李承鹏。